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手套股。手套股上个星期自从Topgolf 出了这个Quarterly Report 之后呢，就一直往下掉。期间呢，就很多人就一直唱衰手套股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就大涨呀。忽然间好像很多人又问了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进吗？可以进吗？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呀。无论如何呢，我也来抽水一下啊，因为通常都是很多人喜欢看的啊，我来冲一下流量。我们来看一看一下四大天王。So Hada 呢？呀，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画的这条线呢，就是这条线呀。还有这个 POC。这个是它红宝峰的最高价，明显可以看出呢，它有一大堆的套牢盘这边等着解套啊，等短期呢是不可能冲上去的，OK，这个这肯定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就曾经一度啊，就碰到这个 MA20，然后呢就被它挡上，就被它挡回来了，OK，所以 MA20 呢是一个很，是一个。主力吧，主力线啊，还有呢，就是它的这个 MA 二十是往下的，OK，我之前有讲过很多次了。如果你要考虑的话，你最少都要等到它站上去 MA 二十，站上去 MA 二十是一个条件。第二，还有其他条件，就看你个人的风险管理呀，跟你资金。比如说 MA 二十要往上啊，要有这个突破这个怎么这个主力线呢、啊？有这个形态突破啊，当场 MA60 这些东西啊，这个都是或者是等第二只脚啊这些东西呀。但是第一个条件呢，最少要站上去 MA20 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碰到，但是它站不上去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它都要点时间吧，最少呢都要站上去之后，才去挑战这一个红马峰。4.9，这是4.9，现在是4.7，还有2毛钱，呀，这个我觉得它是有点困难吧，看一下这个星期怎么样呀？MA20跟4.9就是它的这个很强大的阻力线，这个是它大呀，这个还是没有，还没有第二只脚啊，OK，Topgolf 呢，老实讲，它这边算是止跌吧，你看它很平静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今天就冲上来，老实讲啊，它离这个主力线这边呢、啊，还是有点远呢、啊，应该是2块钱，现在是7.8，它有段距离，最少它要站上2块钱才看怎么样啦，啊，现在，才不是去适合去追高的哈、啊。我估计呢，他会上去时候再回来，然后有个第二只脚还要露，OK，这个是我猜的。Supermax 的图就好看很多。之前我讲的，要站上去 MA20 吗？哎，站上去了哦，OK，站上去 MA20 了啊。但是这边还是有很多套牢盘啊。但是最少它已经是站上去 MA20，OK。底下又有筹码啊！这个老实讲，比起刚才那两个 Hada 跟 Topgolf 的图，哦，只是讲图啊，图是比较漂亮的。现在这个价钱快1000，如果你去算算下它的每股现金是多少钱啊，你就大概猜到它为什么这么多人去。每股现金如果没有记错是快3000呀，现在股价是快1000呀。如果老板他有现金的话，他一下子把它私有化的话呢？他每一股呢才赚两毛钱，OK，这个就是现金的重要吧而且这个时候升息啊，环境不好啊，只有现金在手的公司呢是会比较稳的哈，OK，这是 Supermax，Cosans，之前讲到了 Cosans 的图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漂亮的，OK，为什么呢？已经形成一个 higher low，
你看这个喽，已经是站上去 MA20 是网上的，也是有了。然后呢，站上这头马蜂也是有了。最后呢，它是还有一个是站上这 MA60 也是有了。现在它圈的就是说，它有没有能力突破这个阻力线？快也是2块钱左右吧，啊，但是它图是最漂亮的啊。如果你是在这个海亚路的时候买路，起码现在是赚了大概是2毛钱吧，呀，还是不错呀，图是最不错的啊，就看它有没有能力突破这个 ，OK， 我们就继续观察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的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呀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呀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